叫轰哥尔，我从13岁开始学舞蹈，因为喜爱，所以不停地练习，梦想自己会在舞台上跳最棒的舞蹈。2008年，致敬旧时与亳州歌舞团，在这里我遇见了一群可爱的伙伴，我们排练出了许多非常棒的舞蹈，也经常还会拍一些有趣的短视频。2019年我结了婚，并且有了可爱的孩子。我们家小孩现在1岁3个月了，每次就是放音乐，要不就是放电视上的动画片，听到音乐就开始跳了，要不就是我在那儿跳舞的时候，他就跟着我一起跳。希望以后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这个事业，希望他能有一个愉快美好的人生。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，因为有了舞蹈，自己变得更优秀，因为有了家庭，生活充满着希望和动力。